兵哥，人带来了。不是过两天再动手吗？怎么这么快把人带来了？条子铺了秋虎的制毒点，特警也出动了。我拼了命才逃出来，他也差点被警察摁下。秋虎被抓了？没有，被我捅死了。 到医院了，不能去医院。我知道，西街路上有一家诊所。林强还没消息吗？目前还没。张显赫在抓捕现场中了枪，林强应该是带他救治去了。虽然我们铺下制毒点。 缴获了冰毒，但是1027一案留下了太多疑点。秋虎挟持方林逃逸，却死在沛陵江边。是谁杀了秋虎？方林现在又在哪里？这些还得没有搞清楚。这么长时间过去了，张显赫为什么还要带走方林？ 恐怕这个方林的价值，就像林强判断的那样，绝不是个普通的制毒人员那么简单。张显赫一直为养父办事儿，所以这背后一定是马洪涛极力想得到方林这个人。有张显赫，对于我们下个阶段的调查来讲，非常重要。就要留着，放长线。 吊大鱼，大案才刚刚开始。我们警官门了，你别往里闯啊！你别往里闯！没事了，没事了，我们这处理不了。 处理不了，你开什么诊所啊你？我只是个护士，医生都已经下班了。护士，我跟你们李医生是朋友，不会让你惹麻烦的。还不赶紧的！没事了，没事了。你到底能不能行？我也才来一个星期。 而且我们诊所也不能打麻药啊！我劝你们还是去大医院吧。你来，大哥，你这不是皮外伤，我也没有经验啊。我说，你错，过来，过来。
马爷，刘兵已经解决了方林的事，好像都没费什么太大功夫，事情做的呢特别利索。我看呐，刘兵以后可堪大用，您觉着呢，马爷？ 真的是刘斌亲手抓到了方林，对，而且还顺带解决了秋虎，确实比某些人靠得住。而且显赫跟孙大鹏走得那么近，而孙大鹏又是条子的人，他们之间到底有没有猫腻，这谁能知道呢？集团管账分钱这么重要的事儿。 我看不能再交给显赫了，不然兄弟们不踏实。您说呢，马爷？马爷，我看您这脸呢，还是得彻底做个手术。美国那边，王山已经联系好了，您呢，就不要再拖了。 老董说的对，生意有刘斌顶着，不会出什么岔子的。您是该做个手术了，好吧。 小沈啊，小沈，曹大，昨天有个手机抱着座机里边打了好几个电话，最后一个电话接了，谁接的？我接的，但是接了以后没人说话，然后很快就挂了。查一下机主是谁。好。曹大，嗯，审讯那边有情况。又有什么问题吗？陈志勇说。 屡次有一次喝多了，无意间跟他吹过一个牛，说自己弄死了一个警察的线人。不开口是吧？那我陪你耗着。走吧，我来吧。一个字儿没招。预审员，基于你的口供，够省事儿的。 李四儿，人证物证俱全，你不开口也能判。觉得我在吓唬你，那我就坦诚不公的跟你说道说道。你涉黑、放高利贷，刑侦那边已经堆了一摞材料了，再加上秋虎给你供的那批海洛因，前段时间也被我们给扑下了。 宁死不屈。我根本没有碰那生意，祸是秋虎让我帮他接的，我也是被他坑了。开口了，那就一件件的捋，说说孙大鹏，时间、地点，怎么下的手。 孙大鹏的事儿，不是我干的。不承认？我没干。那是谁？李四儿，我刚才可是耐着性子把实底儿都交给你了。你要是再不交代，可就真没机会了。
别动，伤口才缝上。你还挺会照顾人，女人协会是好事。伺候你不错了啊，别嘴不把门。 我替你挡了颗子弹，说两句，偷偷闷子也不行。嗯。护士在外面吗？你想干嘛？ 人家忙着呢，我帮你换吧。 可可，昨天一个人在家，没事吧？哎，我给他发信息了，我让他先自己买点吃的，先对付着。如果跟我一起过日子，太委屈了。 我不是个好爸爸。好爸爸谈不上，可是你呢，这么年轻就硬着头皮养一个女儿，也是够赶时髦的。我要不收养她，她打小就要在福利院过，当孤儿的滋味不好受。 不是那意思，我没那么敏感，要那么敏感，我打小在福利院还怎么活？你要找方林这个人，估计现在十有八九，他已经被条子抓了。你下一步怎么打算？被抓了也好。 我本来就是要交给警察的。我一个朋友嘱托我，让我把方林交给门江分局禁毒大队队长。是谁嘱托你的？为什么是门江分局？ 带着方林以后，我一直在尝试联系这个大队长，可惜他的办公室电话没人接，这事办不成了。谁想到，我在赶去飞电城救你的时候，被他给堵了。虽然经历了一些波折，没能亲手交给他，但我也算是对我那个老朋友。 有一个交代了，你到底是不是警察？秋虎的话你也信？是不是？不是。 老板，打个电话。老板，哎，喂，曹大，你在哪儿？我现在在西定路，一家诊所的附近。
江显赫中枪了，刚刚才醒过来。喂，林叔，让我爸接电话。张显赫刚才跟我说，他说他带走方林实际上是受人之托，他本来要把人交给你的。昨天给你打了电话，可惜没有联系上你。他打的哪个电话？打到你办公室了。马爷已经到美国做手术了，这个电话暂时不会再用。秋虎和方林被警察抓了，四叔他们几个，法成也跑不了。我弄死孙大鹏的事可就藏不住了。我要带可可离开岭南，还有个姑娘也跟我一起走，你尽快给我安排一下。公司的事情以后你就不要插手了，好自为之吧。去西厅路把人摁醒，要盯紧张显赫，千万别让他跑。你要抓张显赫？受王审讯的时候，我们从吕四儿等嫌疑人嘴里得知，张显赫杀了嫌疑人铁青。男的说您工作忙，替你把可可接走了。人往哪儿走了？张显赫呢？我问你换了张显赫呢？吃麦当劳，他跟你说了吗？说过了，叔叔现在就带你去吃。你骗人！你不是张先生的朋友。我爸从来不跟我吃麦当劳的。进去，进去。
真大，这不怕我知道吗？啊，马爷呀，忘了告诉你了，老爷子上美国享清福去了。现在公司里面所有的事儿交给我处理。其实他也就剩下半条命，早走晚走都一样。但是我着急。 他不走的话，我怎么弄死你？就算马爷不管事儿了，王山、毛东几个老家伙，他们能认你？不认我认钱呀！方林那批货可是一本万利，你猜他们是占你，还是占我？方林在你手上，万事关键自己没本事。 抓人抓了这么长时间，还是没抓着。别说对马爷最忠心，说到底，他这次帮我，我还得谢谢你。孙大鹏在验尸报告他卡门的功夫，那颗子弹怎么射进头部的，你比我清楚吧？ 今天不写作业了，你跟老师说一声，明天交不上。那，看电视吗？嘿嘿，说的怎么那么巧啊？
但是吃药就可以了吗？对对对，你这个基本上已经没什么答案了。这次检查完。 怎么说？有点小产迹象，不过现在没事儿了。那就好。哦，给。 林强，认识你这么久，我终于知道你真名叫什么了。你在豪庭拉下的那些海报、杂志，我都帮你收好了。等你出院以后给你。 虎哥已经被抓了吧？警方在沛陵江边发现了秋虎的尸体，目前还不知道是谁下的手。也好，他是宁愿死，也不愿意蹲耗子的。 放心，警方一定会找到凶手。找到又能怎么样啊？虎哥死了，我也就死心了。娇娇，你别放弃，你提供线索，帮警方布下制毒点，一定会争取减刑。到时候你关不了多久就会出来的。那时候你还年轻。 最好的朋友，忙什么呢？我看你从汪山人家搬回来之后，也没心思打扫房间，给你换了床厚点的被子。 换着灯泡也给你换好了，你去看楚娇娇了。嗯，都有一个多月，她就要生了。我快做干妈了。曹大有跟你提过我什么时候归队吗？没说，但我给你问了，他说让你好好休息，等调整好状态再说。我浑身上下一个零件也没少，要调整什么？ 我看啊，他就是认为我是故意放跑了张显赫，表面强制休假，实际是用这种方式在惩罚我。你别瞎想，我得侦查这么久，你是该好好休息，换换脑子了。健身教练做久了，还学会臭美了。
我只是自责，当时要不是我追过去，你可能就不会挨那一枪。从那之后，我就下决心要保护好你。大哥，你也太变态了，把自责带脖子上。他没有再联系你。 这么久了，这个人像人间蒸发似的，家也没回去过，酒店房间也退了，连科科也不知道去哪儿了。人应该不会出意外，你不要担心。我担心他个屁！我是想赶紧找到他，抓回队里。你也听见李岩那天是怎么说我的了。 不光是他，队里其他人也铁定误会我了。我没故意放跑他。我知道，毕竟他杀了铁剑，再怎么着，你也不会犯傻。这件事证据不足，别着急盖棺定论。那要是真是他下的手呢？要是程叔的死…… 这边说点正话，我也去美国了，刘斌把我踢出局了，公司现在所有的资金、账目都不过我手，我可能没办法给你提供情报了。好的，我知道了，你不要太着急。 姐姐，孟倩姐姐，啊，您就是李阿姨吧？您是？我是张显赫的朋友。哦，您是怎么找到我这儿来的？ 我送可可去过几次学校，认识可可的老师。这不好久没看到他了，我就去学校打听了一下，何老师跟我说啊，
您跟可可的家长似的，他有事儿啊，不找张显赫，就找您。他正好有您家的地址，我就顺着地址找到这儿来了。可可的耳朵是怎么回事？具体我也不清楚，问着孩子，孩子也不说。我们现在定期要带可可去医院检查，医生说是血块压迫神经导致的失聪。那张显赫现在在哪儿？您知道吗？这个我不清楚。前一阵儿他把可可送到这儿，就再没有来过。不过他偶尔会打电话过来问可可的情况，打过来的号码我倒是记得有。王爷，我给你发了固话，你查到位置在哪儿了吗？位置在石碑村附近。具体位置发给我。好。你这为什么放这歌啊？放歌犯法吗？我问你，是谁让你放这歌的？刚看一男的扔下100块钱，让我放20遍。他往哪儿走了？褪去了懵懂，换上了笑容，带刺玫瑰绽放身的红，不逃避，不沮丧，不怕痛。黑夜中的梦，翅膀下生风，追逐心中不灭的火种。想着爱，想着有，想青春。
相约。